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的 Home Sweet Home。那我听说呢，在 Steam 上面已经出到第二集了，所以呢，第一集我们之前好像只拍了两集还三集左右吧？对。那我今天呢，打算要把这一个啊，再继续给它玩下去。对，先在这边先祝大家这个国庆连假快乐，好不好？高雄发大财哦。我先把这个电灯用暗一点，不然我会看不到游戏画。哎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，兄弟？我记得之前是破坏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吓爆我妹嘛！别这样子吧，好好 ，OK。Let me see see。哎呦喂呦，这什么妈蜘蛛人是不是？我操！哇，你咕噜啊！欸，这地板都红线欸，是怎么样？这地板，哎呦，三小，这地板有蜡烛，让我看看前面有什么。快点啊，走快一点，兄弟！我现在是不能站立的。这蜡烛会不会烫到脚？不会，不科学。哦，红线牵到这一个房间的尽头。We go！ 哎呦哎呦！诶、欸、诶、欸，关！哎呀呀，三小。肯定是那个门又被锁起来了、啊，套路，一切都是套路，有没有？我就说吧，套路啊！上来讲话，谁又在那边吵吗？吵吵吵吗？吵整天的，操你！闭嘴！闭嘴好不好？不要吵。哎、欸，这边剩一个门，开。哦，我靠！哎、欸，这种楼梯贼恐怖。先往上还是先往下？哎、欸，我们先往上。哦吼 ！Hello！ 哎呦！等等，有声音。Hello， 有人在吗 ？Hello， 哇，夸他小。哎，干嘛？卖鸡脚的是不是？哇，这副偏打。我把水桶关掉。哦，他又在看呢。等一下，我要躲过这个红外线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停了。我的李老师的卡好，哎呦！干嘛、啊？妈的鸡脚怪！操！哎，哪个来 ？Hello， 兄弟。啊！我这跑得过去吗？这个门不能开。来酸！跑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什么声音？呜呼！什么声音？刚刚什么声音？怪声音！好，我们继续。这边呢，这个门不给开。好，继续往上。这里这个门不给开，这个门给开了吧？我操！哎，怪怪在那边，鸡脚怪在那边。我们用趴着的。不、哦，晋级的巨人。
是有什么病是不是啊，兄弟？哇靠，骷髅怪啊！等一下，我这样怎么过去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我还会打呼的、啊，兄弟。吼吼吼！快点再趁现在，跨山小。哎呦喂哟！哎呦！哦哦，跟我闹脾气是不是？哦，凶巴巴，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这畜生走了。啊，手电筒打开，哇，还会自动位移的、啊。蹲下，他在看。等一下，我要抓准时间啊，跑到前面去。哦，这个很凶哎、欸，这个跟我演晋级的巨人是不是？这里能不能走？这里给走吗？这里不给走啊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像可以哦。好，他看过去了。干嘛？凶什么凶？我欠你钱哦。看不到吧？蹲着蹲着蹲着，没办法吧？哎呦哎呦！好、啊，哦，这会打呼哎、欸！我靠，吵死！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我操你的！哎哎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我们的小巨人呢？小巨人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啊、哦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哦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哦咦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该往下了？这打不开。好，我们往下。三，这边是三楼吗？哇，有一个本兽啊！干嘛？哭屁哭哦！这里不能。哦，有点恐怖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三楼是没有东西的，二楼呢？二楼也是没有东西的。好，我们往下。一楼。哎，别乱敲门啊！我操，这里是没有东西的。好。哎，这不能开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开？我的林老师的卡好。好了，我们是要干嘛？这到底要我们干嘛？二楼没得开，是有什么机关是不是啊？等一下，这边音效不一样。哦，哦，这里有钥匙啊，还有一张纸，完全看不懂在写什么。开这里的门吗？不是哎、欸，那就是楼下的门。好，我们去一楼，走。哇，这到底是什么女鬼还是什么晋级的巨人啊？这游戏，哦，不可以站门后，危险哦。哎，又想赢我？没有，这边有可能有窗户啊。我跟你讲，这有窗户危险啊。你看哟，哦。哦，这个棒赛冲水很大声哦！谁他妈大便不关门啊？关门，大便不关门。这边有什么？哎呀，好像没有东西。这边有个狗洞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个厕所。这能不能开？不能。好，这是不能的。
给我开！我干他妈的！哎，棒赛就棒赛，妈叫什么叫啊？操你妈的！自己不关门，妈不锁门，我开个门又给我对我大叫，妈吓死人了！操你妈的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哦，哦，哎，这里又是什么鬼地方啊？操你的！妈的，这是狗干的游戏，别这么恐怖好不好？看这脚步声一定要这么大吗？这根本就是自己找死嘛，对不对？跑步跑这么大声，谁在咳嗽啦？哎，这边有一个螺丝起子啊！啊，感觉要是又要去当水电工了。螺丝起子，这边给上吗？不给上，所以是往下咯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往下走。哎，现在到底要我们干嘛呢？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触发的？我再进来看一下，没有，它就是外面的。哦，这里啦，有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咦？哦，这是一个密，这是密码啦，我要去找一个三位数字，我要找三个数字。等一下，我螺丝起子还没有用过。螺丝起子还没有用过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什么地方需要用到我们的螺丝起子。螺丝起子，螺丝起子，哪里需要螺丝起子？这狗洞，哦，狗洞打开，哦，原来螺丝起子是开这个狗洞啊。哦，这螺丝起子妈全自动的，哪里买的？哎。好了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先暂时到这边结束。Hello.